欢迎回到 Hey Jones， 我是马里奥。大家都知道，在无人机领域，无论是在销量还是口碑上，大疆一直是业内的最强王者。2018年和2021年，它分别发布了两代画质之王 Mavic 2 Pro 还有 Mavic 3。今天它又更新了，带来了全新的 Mavic 3 Classic。很明显，大疆这次对它的定位还是集画质、便携性、性价比于一身的中高端机型。双十一也快到了，我给大家挑选了5款5000元以上的中高端无人机，来给大家看看哪一款才是你最种草的机型。大家可以把答案打在弹幕上。从零到一拳影像，欢迎全网搜索 Hey Jones， 银河系最酷无人机团伙等着你。我们先来看看最重要的画质。4K 120帧、10比特 D Log 和3/4英寸的大底哈苏相机，你想要的它都有。没错，它除了长焦被阉割以外，其他和 Mavic 3根本就没有区别。可以看这段直出的样片展示，是不是看不出来有什么区别？去年 Mavic 3发布的时候，大家对它一片骂声。不过从来大家没有对它否定过的就是它的画质。先来看这组对比，大家猜猜哪个是 Mavic 3 Classic 拍的？答案揭晓，这个是 Mavic 3 Classic 的素材。放大之后，我们可以看得出来，底更大的 Mavic 3 Classic 在解析力上提升了不少。它可以拍摄 5.1K 50帧，还有 4K 超彩的60帧视频，这对二次构图还有后期裁切成竖屏来说非常的有帮助。Mavic 3 Classic 的画质和 Mavic 2 Pro 比清晰的不少。在自动白平衡的情况下， Mavic 3 Classic 更蓝，而 Mavic 2 Pro 更黄。同样是哈苏镜头，但在色彩调教上有一些不一样。只要在光线充足的情况下，不管是 Mavic 3 Classic 还是 Mavic 2 Pro， 画质表现都不错。只要你不放大，在屏幕上你是看不出来这两台机子有什么区别的。当然在夜景就有所不同了。这次 Mavic 3 Classic 支持 D-Log HLG 视频录制还有夜景视频。这次在 D-Log 下 ISO 可以开到1600了，我们可以看到天空部分的噪点一直很不错，画面也比较通透。夜景视频理论上就是通过压暗整体画面以及机内降噪来实现比普通模式更纯净的夜景支出，但在目前这种模式只支持 4K 30帧的拍摄，希望未来会有更高的帧数率开放。那我们再来看看这组大光圈的 Mini 3 Pro 夜景对比。现在我们来一组更加激进的 Inspire 2和 Mavic 3 Classic， 大家觉得怎么样呢？可以把答案留在公屏上。下面我们来说说安全性。 Mavic 3 Classic 和 Mavic 2一样拥有全向的感知能力，但是避障效果略有不同，因为传感器存在一定的盲区，就算是在感知范围内，一些细小的电线和树枝还是很难以识别。Mavic 3 Classic 拥有6个鱼眼、2个广角的避障组合，可以实现更深度的探测。相比于 Mavic 2， 它的鱼眼镜头视场角更广。其次，最大的升级就是在于左右两侧的双目视觉，在 N 档的情况下，对左右两侧的障碍物也能有效地进行避障，弥补了 Mavic 2左右单目视觉的缺点。另外一个升级点就是 Mavic 3 Classic 支持全向 A-PASS， 在飞行的时候自动绕开飞行轨迹上的障碍物，而且不论是前后飞行还是左右侧飞行都能实现到这样的效果，这样我们在侧飞跟拍汽车的时候就能更放心安全地去拍摄了，减少了夹击的风险。而 Mini 3 Pro 和 Air 2S 没有左右避障，我们在航拍中侧飞又是经常用到的一些手法，因而在安全系数上肯定是不如 Mavic 3 Classic 的。所以从安全系数的维度去选择的话，建议还是买 Mavic 3 Classic。 不过避障系统在光线弱和夜晚场景下是不生效的。在这里呢，顺便教大家一个九宫格避障法，能有效的帮大家降低炸局概率。我们先点击这里，然后找到拍摄，把九宫格打开，
往前飞。当需要穿过障碍物的时候，切记云台要为零度。在飞行的过程中，只要保证中心区域没有障碍物就可以了。其次是图传距离，我们可以看看这张表。Mavic 2 Pro 搭载的是 DJI O2 图传，最远传输距离是10公里。Mini 3 Pro 和 Air 2S 搭载的是 DJI O3 图传，最远传输距离是12公里。而 Mavic 3 Classic 搭载的是 O3 加15公里的高清图传， 1080p 60帧的图传预览。如果你再加上一个 4G 模块的话，可以进一步增强它在城市复杂环境中的可靠性。而上周 Mini 3 Pro 也可以通过固件升级加装这个 4G 模块了。那 4G 模块有什么好处呢？如果是你在城市里面想拍一些楼宇中飞行环绕的镜头，或者是低空飞行信号被遮挡的时候， 4G 模块就比较有用了，体验上也会好很多。关于 4G 模块的详细评测可以看看我们这期视频。那在飞行的时候怎么样让无人机飞得更远呢？在这里有两点小建议。第一个是频段的选择，我们可以在遥控器中选择 2.4G 或者是 5.8G。 2.4G 是信号距离远但是抗干扰能力弱，适合在郊区空旷的场地飞行。而 5.8G 抗干扰能力强，但是距离就会相对近一些，适合在城市干扰比较大的地方飞行。双频顾名思义就是由系统判断干扰源和距离来切换 2.4G 或者 5.8G， 一般选择默认双频就可以了。天线位置的调整，如果无人机飞高了，建议把遥控的天线垂直与飞机的方向。最后我们来说说续航， Mavic 3 Classic 相比于 Mavic 2 Pro 续航提升了 50% 左右，而官方宣称在经济续航的情况下可以长达46分钟。在我们的实测中， Mavic 3 Classic 飞35分钟是完全没有问题的，而 Mavic 2 Pro 一般只在18分钟左右，当然在高规格拍摄的情况下，续航还是会有一点折扣的。在智能跟随方面，可以看到 Mavic 3 Classic 的 5.0 跟随会比 Mavic 2 Pro 的 2.0 跟随来得更加顺滑流畅，不会出现像 Mavic 2 Pro 那种很快跟丢的时候突然加速冲上去的跟踪。Mini 3 Pro 和 Air 2S 在跟随的时候，由于没有左右避障，像是这种侧面使用场景的话，就要注意周围的环境。以往我们想要让飞机往一个方向自主飞行的话，需要借助一个第三方卡扣才能实现。这一次 Mavic 3 Classic 新增了一个定速巡航的半自动飞行功能，这样我们就能在拍摄里面更加专注于我们云台的控制，做出一些更复杂的运镜了。当然我也很希望大家能把这项功能拓展到其他机型上面去，例如我们能用 Mavic 3的长焦拍摄一些大范围延时，同时它还保留了 Mavic 3其他的一些功能，比如说像大视镜头、一键短片、延时拍摄、全景拍摄、手机快传等等等等。在遥控器上它可以用 DJI RC-N1 还有 DJI RC， 电池上面它跟 Mavic 3用的也是一样的，都是可以兼容的。以上我所提到的关于 Mavic 3 Classic 的优点，相信你在实际体验中都会有明显的感知。那它值不值得入手呢？我觉得作为一款旗舰机型来说，它各方面的表现都可圈可点，甚至在某种意义上来说，我觉得它才是 Mavic 2 Pro 的升级款。无论是在图传画质还是在智能功能上都有了一个大幅的提升。标准版的售价9888和当年的 Mavic 2 Pro 几乎一样，而比 Mavic 3少了一个长焦也便宜了3000块钱，我觉得性价比还是非常 OK 的。那你觉得呢？如果你是 Mavic 2 Pro 的视频用户，个人非常建议冲一波。强续航加上3/4英寸的 CMOS， 已经非常接近甲方快乐机U2。对于专业拍摄或者商拍来说，也没啥问题。如果你是 L2S 或者是 Mini 3 Pro 的用户，想要更好的避障或者是画质的话，也可以考虑一下。最后要提醒大家的是，还是要在自己的能力范围内看米下锅。那屏幕前的你会选择哪款无人机呢？可以把它打在弹幕里面。最后我们来大胆的猜测一下， Mavic 4是不是快要出来了？毕竟 Phantom 也只是更新到第4代，那你心中的 Mavic 4会是什么样子的呢？欢迎在弹幕或者评论区留言讨论。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这里是 Hey Jones， 我是马里奥，下期见，拜拜。